怀疑我啊。到底刚才你到底刚才你们是怎样沟通的嘞？你妈妈想他的车出来，你妈妈想阿明的车出来，然后他想他去翻好像关了，然后又讲一下，哎，有开有人啊，你就喊我，我就挂电话了。他讲他看到阿明的车出吗？阿明难道我一路来都是我们载他，他有可能会载回去我们那边？用脑想都知道了。他有学生去，他有事，他有载他们学生回的吗？阿斌，他的班是五点半吗？阿斌，你五点半都还没有来，人家一定载他的学生回先的吗？啊，他载他的学生回了，他再倒回来吗？啊，我没到了。嗯，我你妈妈了。啊，他跟你讲那边有开。啊，他跟我讲有开。我讲有开了，可以开了。我的电话在那边喊了，我就关了。那应该有开，这边有事啊？因为你们讲话啊，你们沟通很差，你懂吗？啊？如果他去到的话，他刚好看到他的车处。如果安全班关了，如果他的班关了的话，他不懂电话，他最多不是叫你打电话问一下，就这样子。你在那边，他肯定要在那边等一下先的。就是一句话都不需要深描啊！他妈的，你们讲话讲到好像啊，看到你们啊，都是真的。Okay, 我出门，我还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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